你们两个扑倒的时候，柜子倒下来，这个铁丝都掉到你们身上了。毫不犹豫，反正我们倒了才倒了，它才掉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往前我就拉，那我们要小心哦，我怕它勾到，那顺着柜子勾到顺。就是我们开的，让它一加一动，我们就动才会拉啊，一动我们才拉。对啊，我光去算距离就不行，万一不是啊，万一是万万万一。没有，我是当时我对他上车嘛，哦。你上车要我们穿好吗？好啊。OK 啊，好。你下车，上方向。好像是东东这样子好。就预备位置。套着，拿衣服一披着。要动的时候。上去，提手，快点。哎，搞坏了，这是。在梯子上面，对，就找对卡梯子，然后我就以为他出去了，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监视器。我会说白骨了，怎么梯怎么车子还在这里？哦，烧烧烧被烧了，对。5, 4, 3, 2，物理超度，眼神死，还附带点心。进去等一下，先不要直接看，用刷子，用镜子。我刷刷，这个很漂亮的，这个面粉刷一刷，补了一个全。不，这下脸多白皙，真的。哦，对吗？我的观众们，你没有很满意粉？这个是要把名字啊，好光滑，看起来皮肤很好哎。面粉喷的，我现在好刺激耶。愿意这样子可以吗？我看我太漂亮。对，你要跟我分开坐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爱家想看自己起来的反应。眼神死，眼神死，充满怨恨。你很像什么知道吗？被粉整了。面粉喷完之后，然后我就那个把它刷掉，刷掉，刷掉，我说皮肤越来越漂亮。你站起来之后，那个眼神超好笑。眼神死，他们说我站起来像被恶整一样。感觉我们在玩你。你们确定这是像没有错的吧？真的会播这种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就怕这颗镜头真的没有用。刚刚到底在问这个镜头用在哪里？在这里曾经的恳求制作人跟编剧，下次不要再写这么可怕的桥段了，好不好？你要爱火才会火，没关系啊。回去就改名了，我不叫爱家，我叫爱。我可以拒绝吗？